大家好，我是雷枪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魔变世子干到 all night》。我迟了说话了，今天是香格里拉，抱歉哦，因为刚刚冲了一杯咖啡哦，冲了一杯咖啡，然后有点恍神的感觉，点。我很少那么晚拍片了，12点啊，我当机一下。啊，没气了我，快过去啊！是吗？能维系的 ，OK， 气回来了，快点！H A， 还可以，进，大家进去，可以进去，来，哇！赚到了一点点啊，就只能摸到那我的脚炮哦，能在脚炮射一射哦，其他都不能干什么。那我们先防守吧，不是哦，我是代理猫啊，对，先出补给剑啊，巩固上路，然后中路我们是看来是不需要防守了，但是我先回收一下箱子吧，先用雷姆回箱子 ，OK， 玩的开心吗？中路看到我们是投入了很多人去把这个一点抢回来哦，是不是啊？那个，那我既然是出了补给剑，那我就一定要捡一下箱子哦，不然的话，我出了战术，然后自己不捡一下箱子的话，真的对不起那些支援的人哦。我们成功把这一点拿回来了，但是对面上路实在是太多雷达了，我一定出这核弹一定运不了了，这核弹啊，把它打下来。哎，是不是当机来的呢？刚刚那卡了一下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卡顿一下是我的错觉还是啊？哎呆，我痛哦！居然是地面型，居然是这是最新的吗？这里上路的口也是有人在防守了啊，麻烦大了！补给剑，这里歇个补给剑。黄牌的话暂时应该不需要，我们一点是拿到的。但是上路等等，这雷达可能找到我，轻雷达，轻雷达，感谢，快点轻雷达，前面的雷达快把它清了，感谢，阿里克多，看能不能合到吧，来吧试试看，这是有人看到我了，有人看到我吗？再扫一次啊！哇塞，对面雷达也太满了吧！但没什么人啊，我、哦、不行，看到现哇塞，看到生化，是不是生化？不行，看到人，不行，啊，好麻烦啊、哦，这里有人守哦。看到我的核弹是不是被暴露了？对面这么多人在守这里，一定是看啊，不是导弹，我盯我了已经。要不把这补给给炸了吧？对啊，哇塞！我说想把补给炸了，他竟然是狙击什么？我想说把这补给炸了也算是有用哦。不行啊，看来我用火把吧。等等，这人太铁了吧？小黄。我其实不太习惯了，我比较习惯联邦的这个 S 啦，联邦 S 我比较习惯一点。这 S 其实我不太习惯啊，这个 S。这啊，莎莎 B 去死吧，莎莎 B！ 干嘛？我只有我一个站，好烦啊你！你神打哟！把这个雷达炸了，哎，杀了 ，OK， 啊，谁？这上，啊，不会吧？我想射他，射不到啊，可惜了一点哦。好的，哇塞，对面雷达真的插好插满哎，看来是很难合到哦。你看他们上路雷达，你看看，
哇塞，有够夸张的雷达数量。感谢各位半箱子的，这边也想运河，但我觉得双方运河几率都很低哦，成功的几率真的。锁定，附近没人了，就前面一队，就前面。OK， 杀死了，没死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还有人，是 AI 吗？不死吧 AI，OK，、okay, 前面有人。这是 AI 啊！我要补刀，来不及补刀，前面雷达，谁雷达？这里这里这里，这狙击手，这狙击手全神贯注的看着这里，呵呵，怎么办呢？这过不去啊！佯攻一下吧，反正这米粒也是没什么用了，这米粒。OK KO。OK KO， 我的妈，又太不难打！哦，来打，没气了。啊，我的妈，又太不难打哟。那应该能拉一些人去 A 吧？我们一点快战一啊，是吧？后面的人死了吗 ？OK， 上吧上吧上吧，黄牌来了，我用黄牌来了，把一点抢回来。哇，这人等等，你在干什么坦克起来，去你的，还有人吗？你我打你的打，这有个人，哎，好可爱哦，这坦克躲在这里，等等，这是岛上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岛上。OK， 一个，两个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我还想继续打哎，不错，我们暂时是把一点占回来，但是上路的补给是很痛苦难打，对面雷，对面的，不是有运河吧？没有啊，二十盒，等等，核弹过来，我打。哎呆哎大运河运什么河啊，我都不能运河，我都失败，你还能成功吗？我都失败，你不能成功。嗯，这样你看哦，什么把 X 炸到，不会吧，别炸到 X 啊，不会吧，哎，没事，好再没事啊，没事，吓死我，哇塞，吓死我啊，这个放个回答，放个补给仓，需要回修吗？来修理啦！哎，我居然炸到对面中路核弹，对面中路核弹，居然有人修理吗？怎么站在那里呀？快过来修理啦！乖乖站好，让我修理。哎呀，站好！哎，他不能站好吗？等等啊，过来，这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修理一下没问题啊。哎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当机啊？感觉你的操作好像是当机的样子啊。哇塞，这狙击手什么？又是这个狙击手，他在这里农居农了多久啊？还有雷达啊，断了。断了，哦，闪躲，看这里有很多人，哇塞，这是扎克山军团吗？这是扎克山军团吗？这是两个扎克山，好乱啊，弄得我，你又妨碍我回补，讨厌，知道吗？生气了，我真生气了，真生气了，跟你说，我生气了，听到没有？
都来是不是？是不是来？啊？是不是来啊？我回补也不行哇、啊！我回补不行哇、啊！你还想我怎样？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！啊，快帮我捞起来，快点！你捞的好慢哦！哦，好吧，我跟你谈感情吧，我慢慢来，我们应该能把我拉起来。这个应该是80点啊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大家加油，冲啊，冲进去啊！9秒、8秒、7秒、6秒、5秒啊！我启动不了，5秒，不会吧？差那一点点，我要升官，差点我就升官了。核弹啊！哎，算了。啊，其实我们最后一波我是忘了出指令，我应该要叫。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在中路不是射了2-3个核弹吗？我就是说想在最后一刻我们应该核弹中路推一波，但我忘了个战术。我回头看那秒数已经要1分钟之内了，完全出不到哦。你说，抱歉，忘了出战术。啊，真的，原本想最后一波，想最后一波，公路三颗核弹。对啊，真的抱歉了啊，当然，仕方ない啊，次は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去按赞、分享或者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也别忘了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每次我上传影片都能收到最新最快的消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加油。